再来看到蛇姬林采缇，她漂亮的脸蛋还有匀称的身材迷倒了许多男性。那么完美的外形其实都归功于家传的保养秘方。原来蛇姬的妈妈都已经55岁了，同样是个美魔女哦，这肤质非常紧实白皙，所以母女俩站在一块看起来就好像是姐妹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采缇。那今天呢，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林家的保养诀窍哦。21岁的林采缇最近在一票宅男女神中脱颖而出，小小精致的脸蛋，性感的身材，拥有许多支持者。但这美丽的外表，其实都归功于妈妈的家传保养秘诀。55岁的林妈妈皮肤看起来超 Q 弹，水嫩水嫩，母女两人好像姐妹花一样。Facebook 放照片，他们就会说我们很像，然后就是说就是我皮肤跟我妈一样好。别怀疑，林采缇真的是照片中的美女妈妈，怀胎10个月生下来的，美貌不比林采缇逊色，小巧的瓜子脸，白皙肌肤，还有一双美腿，全靠这三招。第一招，天天按摩小腿肌肉，一双小腿至少要花1个小时。第二招，上保养品时力道要轻，才不会长皱纹。第三招，多喝蜂蜜水，让肌肤保持在最佳状态。像我每次来不及，我都会说不要，我都会说不要，我要出门了啦。就是我就是马上穿鞋，最近要走了，可他就已经整个泡好，然后整个滴到我嘴巴前面。林采缇凹凸有致的身材，除了天生丽质外，还得靠外在保养。而55岁的林妈妈至今也保持紧实的肌肤，再次证明天下没有丑女人，只有懒女人。中央新闻吴迪瑞、张静云台北报道。